神都万达，不见浮屠塔，联访星罗，难寻十二人，加入联访便无可寻踪，无有无无。身高61寸，肩宽1.6寸，右臂24寸，左臂24寸，右腿32寸，左腿32寸。终能解脱，杀了刀刃，不留分寸。加入联防，你需断七情，绝六缘，不得婚配生子，从此无牵无挂，一心为公。翻越郊野中，声音却略显朦胧。若论是非功过，教有何人解脱？浮屠塔如昨相貌斑驳，皆是了。莲房是你唯一的家宅，庭院归宿。从今往后，你的身份便只是联访，执戟狼皋并重。